关于我们，还是不要，还是不敢要。既然小宝都出国工作了，还是我们下次再去，也不会那么赶。可是我下礼拜要开始忙嘞，取消多可惜啊。是啊。既然哥这么为难，那就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说不去。上车。哥，你是不是想我做些什么？我想要你赶快开车。踩大的石头，不要踩小的。好。这边小心哦，会有点滑。哥等你，好，好嘞。什么时候变那么会钓鱼啊？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常常一个人去爬山、去钓鱼，想着你就在我身边，就没那么孤单了。哥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说？小月，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没有结果。你怎么会觉得我的心思还在你身上？哥，你记不记得很久以前你有问过我，如果喜欢的人结婚了，我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一天你喜欢的人结婚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会疯了吧？你说过你会疯掉，但我现在答案变了。在国外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反复在思考，喜欢的人无论是什么状态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他开心，就算他结婚了、生孩子了、老了，只要他还在，能让我看得见，能让我陪着他，这样就够了。魏谦，你不喜欢魏志远吗？如果喜欢，只是因为我们是兄弟吗？关于我们，还是不要，还是不敢要。